抖。我也在抖。我们俩怎么举牌？对的，头顶压杆往上面拉一下啊，压杆拉下来一点啊，等一下我们。中拳比个耶，他不想理我们。是垫了个肚子的是吧？我还是比较谨慎，是的。没有，当然是幻想。能不能说你跟我这样？能不能说你成不了？你坏了，断了。就是他接受不了。你问老师那个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你有没有苹果的充电线？我也没有。他说要用，也没电了吗？啊，没电了。我是安卓，我是啥？啊？什么？46度电。怎么还没出发？对啊，他会这种给你指示灯的，他不会想一下吗？像火车吗？因为没那么快路啊。没事，给他看一下他的准备过程。我们给你勇气，加油！还是弹射器不好，第一弹射器不好，就从这边跳过去，没跳过去。还有东西送过，2分钟了。